Did he die?每天叫我起床的小猫猫。其实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用过，我没有那么常用，是因为我觉得唇蜡笔普遍会比较偏干。
亚迪，我要听奶奶。没有什么反应。发呆。因为印表机坏掉，所以只好去再去出货的地方领。这次好像是全家，这是我的第一单。Go go！这无敌可爱的猫猫是谁？怎么办？不是你吗？你怎么呆呆的？